到了。今天挺开心的。我也挺开心的，谢谢学长。早点休息。嗯，那我先上去了。看不见我，把我当空气了。我没把你当空气，我把你当氨气。你想干嘛？我有话跟你说。说。那个，你跟盛阳的合同签了多久？一年还是两年？签了没一年。少扯了。我看最多也就一年，现在已经过了大半年了，也没有几个月了。如果我现在让你辞职的话，等同于我跟石英掰伙了。所以你这样吧，等你合同到期以后，你就不要跟他续了。到时候你再回来我这儿，我也不会强迫你给我当秘书了，我让你全心全意的干投资。行了，就这样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像诗恩一样说一句让我回去我就会回去？你想让我做投资我就做投资，你想奚落我你就奚落我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我是不会回去的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想看见你。不，柠檬。还有，我不是你解闷的玩意儿，请尊重我。以后除了公事不要给我打电话。喂。柠檬，真有你的！你是道歉了就吵架呀？不是，你把垃圾带回来干嘛呀？你就不能扔了呀？他不是要做投资吗？我也让他做了呀，怎么还这么大火气啊？我跟你说了800回了，人家要的是尊重，不是你觉得什么好就硬塞他手里。你知道什么叫尊重吗？尊重包括尊重他的人格、他的意愿、他的选择。你说你，你是去道歉了，又不是去发 offer 的。对不起 ，I'm sorry， 米亚内，ごめんなさい，会说吗？你说过吗？那这就是你的第一次，好好珍惜，加油。
你不会是不敢去说吧？你，我什么不敢呢？时间太晚了，明天我一定说清楚。上班去啊？不然呢？结果？等会儿。那个，昨天晚上我好好的考虑了一下，你呢？考虑的怎么样？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麻烦让一下。我一大早特意过来，已经算是非常有诚意了。你跟我什么态度啊？不是，你跑什么？哎，你把话说明白行不行？行，陆总，您这是在求着我回杰明资本啊？不是求，是让。再见。哎，是求，行了吗？我是说，这个算求了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你觉得哪儿凉快，你就到哪儿待着，我不拦着你。你这算是道歉？什么道歉？这是求和。求和是吧？行，我接受。哎，说好了啊，这件事儿彻底翻篇了。你等会儿。你跟那个苏然关系到底怎么样？您是太平洋上警察呀？什么意思？管得真宽。我是问你俩到底有没有绑定在一起投资？他什么样的人你清楚吗？我们大学就认识了，他是怎么样的人不需要您来告诉我。你看，就你这眼光，你根本无法辨别这个人到底靠不靠。就您这样的我都忍了三年，有这三年打底，别人再怎么不靠谱也比你靠谱。什么意思啊？柠檬，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柠檬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了？你这样特别像变态跟踪狂，你知道吗？别乱说话，谁跟着你了？我坐地铁不行吗？我，哼，你一坐迈巴赫都嫌硌屁股的人坐地铁。陆总，你别较劲了。哎，咱们俩谁较劲呢？啊，什么叫忍我三年？怎么就成你忍我了？哎，我是虐待你了，还是给你气受了？就你那臭脾气，只要跟你相处，那都叫忍受。哎，你怎么不说你小肚鸡肠呢？啊，屁大点事儿，你记仇记到现在。算了，我这个人，大人有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行，那你撑船去吧，别打扰我坐地铁。地铁又不你家开的，我偏要坐。干什么？行，那你别后悔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是你。哎，姑娘，问一下，怎么进去的？下个手机 APP 就好了呀。不是哪个？早知道人这么多，打死你我都不带进来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你还好意思说啊？啊，还不是因为你气我。石英也不给你配台车，抠门。回头找他说去。哎，别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您可别想用糖衣炮弹服侍我。不是你这个人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？还有啊，
我刚才说你学长那事儿，我是希望你应该有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冷静判断。不管他找你投什么项目，最起码你应该有一个投资风险的评估，再做决定，你懂吗？我知道。请小心慢行。那你是不是现在可以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叫你忍着我？啊！哎，别倒！哎，别拖！别踩我鞋！别踩我脚！对呀，踩什么？你踩什么？不要理他呀！都是人，看不见吗？别急着清楚啊！哎，他也进不去了。哎，小严，陆总在公司吗？不在啊。这奇了怪了，能去哪儿呢？陆总在哪？不是应该问你吗？我在他家楼下等一早上了，打电话也不接。哎，你说陆总是不是有新欢了？他不会要开了我吧？你也想太多了吧？你帮我打探打探。啊，行，帮你打探打探。陆总好，走。陆总来了，我现在就帮你打探啊，挂了，拜拜。陆总好，走。陆总早。这是您跟信托那边开户会用到的文件，您先看一眼。嗯，你去把我该洗好的西装给我拿过来。哎，再给我找双鞋。陆总。我冒昧的问一句哈，您今天怎么上班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赶紧去拿去。嗯。那张总，说好了啊，周末一起高富哦。好，周末见啊。徐总，柠檬。这是凤凰家纺的资料，你过一下。嗯。下午跟我去趟纪明，看看陆总愿不愿意一起投。又找陆总吗？你是啊。柠檬，你这跟陆总三年，应该很清楚，纪明资本呢，在这个业内有很强的品牌效应，而且他们的资金渠道多，跟 LP 的关系也比较稳妥。当然了。我们英石呢也有英石的优势，我以前是做保代的，接触过的很多企业，我的项目资源多，那有好的项目我当然不想错过了，所以跟陆总合作是最优解啊。嗯，那我先看看。好。这个项目呢是我一朋友推荐过来的，这凤凰家纺呢要做企业转型，正处在融资阶段，所以想看看陆总感不感兴趣啊。眼下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大的趋势，还挺感兴趣的，可以先考察一下。那太好了，那这两周咱们就做一次联合尽调吧。我们这边呢派柠檬去，但柠檬缺乏系统性的现场尽调经验，我还在想得找个人带带他，派谁去呢？你们这边呢？任总。嗯。哎呀，我时间不行啊。我们部门有个项目啊，要飞北京和广州。哎，陆总你看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个好朋友曾宇航，正好在那边有个项目要考察。要不然这回的尽调我亲自过去吧。正好跟他一块儿。那太好了。陆总那么有经验，只要出四分之一的力带带我们柠檬就可以了。这倒不用，用不到四分之一，十分之一就足够了。还十分之一呢，他怎么不把自己切成片儿了呀？哎呀，就感谢他不是说的百分之一吧。哎，萌萌，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呢？你以
前提到你这个老板的时候，哪愁如山恨似海的，现在怎么感觉你还挺开心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没病，也不是理解他，从某种角度上来讲，也是你姐们我进步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就不怕万一到时候他又指使你干这干那的，把你当丫鬟使呢？哎呀，应该不会吧。哎，我觉得他这个人最近没这么讨厌了，而且这头两天刚得了个教训，应该能长长记性。等我一下，我开个门。来了。Hello， 小柠檬。明天跟我们一块儿走吧，我们开车过去。我那车地方挺大，可以顺便带你一块儿。不过，你得开车。我是项目部的，不是后勤。项目部就不能开车了？不能，我晕车。这什么理由啊？过去三年你也没少跟我一块儿坐车啊，你哪回吐了？我咽回去了。谢谢陆总，我已经买好高铁票了。谢谢曾总，拜拜，早点休息。我啪啪打脸，这个人就是不长记性。开酒，标着啊！航航，你到了吗？哎，我还以为他只有跟我说话的时候这样。啊，他跟谁都这样，实际上跟有什么毛病似的。哎，我在院里，我到了。妈，有点女投资人的意思了啊！哎呦，曾总，您开玩笑呢。陆总好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，辛苦几位远道而来。这是我们的总经理袁杰。晋明资本吕继明，陆总。这是我的好兄弟曾宇航，你好，也是个投资人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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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陆总亲自过来尽调是我们的荣幸。里边请。哎，先参观一下。箱子给我放车上。哎，谢谢谢谢。这个家纺厂是我父亲在90年代末创建的，从一家只生产面料的小作坊，如今占地3万平米，资产过亿的企业。李萌，你离那么远能听到袁总讲话吗？过来。陆总，这位是？您好，我是英石资本的分析师柠檬。你好，陆总，那我们到展厅看看。好，带路。你走在前面，多听听，多看看。陆总，凤凰家纺目前主要给中低端酒店做床品的供应，
这次融资是希望引进自动化生产线，拓展海外市场。袁总对企业的转型有没有把握？我之前在美国留过学，对前沿技术和海外市场相对熟悉。凤凰厂原有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已经跟不上世界市场的新形势了。袁总，企业之前一直是您父亲打理吧？对，我父亲为了这个厂子辛苦了一辈子，积劳成疾，去年不幸的离开了。我作为独生子接手他的事业。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接手家族企业，尤其像这种有20多年历史、上千名员工的企业，管理起来挺不容易的。袁总，你这么年轻，了不起。但这些也都是昔日的光辉了。凤凰厂老了，是时候经历一次涅槃了。我父亲生前没有想往这个路子上走，厂子也一直没有做大，实在有些可惜了。哎，陆总，这是厂区重建的设计图，我准备把原有的生产车间全部升级成自动化智能工厂，引入最新的 ERP 和 MS 系统，整体提升运营效率。这对家纺的品质会有提升吗？最大的提升还是效率。现在劳动力这么贵，产能都往东南亚转移了，我们也要与时俱进，用机器代替人工。看的路不行，没事儿，简单记一下就行，回去整理。林总，明儿见。明儿见。曾总，明儿见。明儿见。哎，左你吗？上车。啊，不用了，我的酒店离得近，我走路过去就好了。不，一般人搞了两个酒店多麻烦。是啊。陆总是这样的。没事儿，离得近也方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那咱们出发吧。啊。环境不错啊。谢谢。陆总，你去看看入住。好。你说这凤凰是怎么出的订房标准？你这种混饭给你订的五星级酒店，您蒙那种真干事儿的，给人家订的快捷宾馆，有点意思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就不能住五星级酒店？你还能让我去住那快捷酒店啊？啊？哎，我发现你是不是真的心疼你吗？我那是为了工作，远了不方便。什么工作大半夜非得让你们过来？工作上有急事儿很正常啊，怎么了？你闭嘴吧啊！陆总，手续办好了，我送你们上去吧。好，来这边请。好。哎，曾总。喂，你忙。那什么，你收拾收拾行李，来这边酒店住吧。啊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这边酒店条件好一些吗？这是企业的安排。你陆总的安排，觉得那边酒店条件不好，怕你受委屈。不用了，曾总，您帮我转告陆总，我也不是鸡鸣资本的人了，无功不受禄。
你爱来不来，还不领情。哎呀，陆总，谢谢您的施舍，我不用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豌豆王子，我这小宾馆的床睡的应该也挺舒服的。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忙，先挂了啊，晚安。挂，随他吧。哎，喝一杯去。你去吧，我这边还要忙一下。那行吧，我去了。穆总，小宁来的比较早，已经在资料室了。好。哎，那曾总不和你们一起看资料吗？他今天有其他事儿。陈秘书，哎，陆总，穆总，要不我跟您换间独立办公室，环境好点。不用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工作有效率，就这样吧。行，好，那一会儿啊，我给您送点咖啡过来。谢谢。陆总真的要在这儿办公？怎么了？你能待的地方，我怎么待不了？你受得了这个灰尘吗？你受不了别硬撑啊。我平时吸的雾霾还少啊，还差这点灰啊。看什么呢？你看什么企业发展史啊？没头没脑的。制造类企业，你要先看财报。跟财务的访谈做了吗？做好了，有灰。你应该先看应收账目、坏账，还有资产效率这一块，然后再结合访谈的结果对比一下，其中有没有猫腻。好。哎，什么都不会还想做项目，也不知道石英教你什么了。你一会儿说我不适合做项目，一会儿又教我怎么做竞调，这不矛盾吗？哎呀，我好像听见谁的打脸声呀。你知不知好歹啊你啊，我这么做难道不是为了让你在你这个临时领导面前啊少丢人少挨说，让人觉得我带出来的人怎么那么差劲、啊、好，那麻烦您来帮我看看这部分该怎么比对呢？首先啊，你要看他们的财报还有汇现能力，嗯，然后再去看他们的固定资产，好好对比一下。这个，嗯，下一年，别对错了。哎。怕你看不清。陆总，哎，您是要吃午饭去吗？是啊，有点饿了。啊、哦，陆总对午饭有什么要求吗？没要求，你安排什么吃什么。哎，陆总务必要吃好，我们领导说了要单独给您安排。单独安排啊？我们就两个人，还得分开吃啊？正好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可以讨论一下啊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去食堂吃。那陆总，我也食堂吃，嗯。哎，陆总，嗯，食堂在那边。不早说。
来晚了，食堂也没什么菜了，要不让程秘书带你出去吃？算了吧，万一他再安排一个什么满汉全席，浪费时间。嗯，也是，不然吃了人家大餐，要是发现项目有什么问题，就难办喽。就算他请我吃100顿满汉全席，不该投的我一样不投。公私分明的清官啊，请吧。谢谢啊。这饭菜吃得下啊？怎么吃不下去？食堂不都这样吗？笑什么？我想到一个笑话。什么笑话？有一对父子俩，他们都是酒鬼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就一起上街去买酒，结果在路上不小心绊了一跤，酒洒了。当爹的特别聪明，反应又快，他马上就趴在地上吸淌了一地的酒。当儿子的就特别傻，反应还慢，当爹的就骂他儿子：“你个傻子，在那儿傻等什么呢？快过来喝呀！怎么着，还让你妈给你炒几个下酒菜啊？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说我啊！干瞪眼等的是傻儿子。什么呀？下饭神器。特意带过来的。旅行箱里常备。这个可好吃了，就这么下饭，我能吃三碗饭。这特别好吃。嗯，真香。试试啊。嗯，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你还有笑话吗？嗯，有一个人特别爱唱歌，并且觉得自己的歌声非常美妙，因为他一唱他邻居就哭，他觉得是被自己感动了。有一天他又唱，邻居又哭，他特别得意地跑去问邻居：“你是不是被我的歌声感动了呀？”然后邻居就一边抹泪一边说：“哎呀，大哥呀，你是不知道呀，我之前养了一头大叫驴，跟我感情贼好，可是他走丢了，我现在一听见你的歌声我就想起他了，因为你们的声音实在是太像了。”哎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会讲笑话？我的事儿你不知道的多着呢。这饭菜啊就是一般，你的笑话真挺下饭。那你多吃点。再加点这个。哎，回头帮我买几罐啊。报销吗？真小气。嗯，哎，咱们厂这个气氛是越来越不对了。是啊，老厂长在的时候还是蛮好的。对呀，而且现在这个新厂长，他说他好多话，哎，我们都听不懂。国外回来就了不起啊，他这么改来改去，这厂子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。哎呀，说什么事呢，吃饭吃饭吃饭。陆总，你刚刚有没有听见那些员工的吐槽？看问题啊，得看全局。我觉得袁姐挺像是个认真努力的人。我看她说啊，她着急想要把工厂给做好。没事，刚子承父业，可能压力比较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下饭神器忘拿了，等下我去拿啊。别拿了，丢不丢人？再给我讲个笑话，来。从前有个傻子特别爱听笑话，
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了，辛苦您了。应该的。好，那您回去吧。哎，好，慢走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陆总都完了啊，今天韩主任是最后一个了。好。但陆总，你说现在生产线升级了，有了智能系统，就不需要这么多工人，会不会引起大批裁员啊？袁总的方案里不是有员工安置计划吗？改革嘛，总会有牺牲，这倒无可厚非。得过完这些数据，我们要重点考察那些看不到的东西。嗯，今天石总也给我打电话问进度，我也跟他汇报了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尽调也叫审慎性调查，其实一点没有错的。嗯，明白。一会儿回去我就把采访内容还有数据都对比一下，看能不能对得上。还算有点脑子啊，不过量有点大，弄弄完了。不去熬个夜吗？可以。算了，我去你那儿吧。啊？走啊！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我是怕你一个人完不成，我来帮你一下。你确定？我那儿可不是五星级酒店啊。那又怎么了？我是来工作的，又不是来度假的。请。你这是够寒碜的了啊！这可是你自己说要来的啊。这什么椅子啊，这么硌屁股。椅子的问题，椅子的问题。少跟我扯。都什么吃的，赶紧吃点东西干活吧。要不给你点个外卖吧。浪费那时间干嘛？确定吃这个？你是当我没吃过这个啊？哎，你忙，你真够小气的，我不就吃你一盒这东西吗？我回头给你买几盒。请你。没事没事，我就是眼睛有点酸，我滴个眼药水。哎，陆总，你帮我看看这儿呗。坏账风险这块儿，陆总，说，企业应收款项分一到三年账龄，那有一些企业可能会在账龄上做手脚。怎么了？你问你的，管我呢。坏账准备金这个比例合适吗？啊，这个，有的时候啊，你不能只看表面上的账。这个账本上写的赚钱，但企业实质上不赚钱。你看这行，你看，蛾子。哎！哇，好大一个！嘘，哎，跑过跑了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我，哎呀，哪儿呢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呀，打我干什么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打虫子呢。对不起陆总。打到没有啊？啊，不知道啊。等等，
飞了你再打啊。你怕虫子啊？说什么呢？我怕它干嘛？打着了，死了！哎，你赶紧把它从桌上扔下去。哎，拿手拿啊！吹吹脑袋吧，哎呀，要不然进水了。你脑袋太进水了。哎，要不然你今儿搬我那边吧。风说什么颜色都有光泽。